我当时会研发这种，比如说无毒的除草剂，啊，还有那个，牛舍、猪舍用的那个清洗剂，主要就是这一些东西是无毒性的，外面现在用的东西都是有毒的，对于人体、对于动物，啊，对一些植物还有环境影响非常大，哦，所以说这种东西没有毒的东西，也是未来要发展的那个产品。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工业技术研究院有合作的关系，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产品，所以说无毒的，有鉴于无毒的是未来，哦，要走的路，所以我们就朝着这一方面来做。我们公司那个除了无毒的除草剂以外，还有那个使用在动物那个舍房、养殖舍房里面的那个清洁剂，以及脚部的保养品，哦，还有那个宠物的那个保养品，笼笼种种，总共有11种。那这一些东西通通都是没有毒性的，不会危害到人体，也不会危害到那个动物，更是不会污染环境，这个都是以后未来要走的路。我们目前也正在研发其他的产品，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无污染、无毒害的产品上市。